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12年国民基本教育新课纲技术型高中家政群的课程纲要内容。本次将从新课纲改了什么、校定课程怎么做、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以及与一般科目的关联等四个面向，协助大家对技术型高中家政群课纲有概略性的认识和了解。第一部分，我们先介绍12年国教新课纲改变了什么内容。12年国民基本教育自103学年度起实施，总纲亦于103年11月公布，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群科课程纲要则在107年12月底发布，并于108学年度正式实施，其能顺利推动新课纲，落实课程研修理念与课程目标。本次课程研修特色为强化学生的基础专业技能，家政群课程设计以对应职场需求之能力新增技能领域课程，以培育不同科别学生的职场就业能力。此外，未建构学生的基础素养，新课纲配合专业知识融入职业安全及卫生、职业伦理与道德、环保及劳动法令之内容，并在学习表现中增加核心素养之系统思考、创新应用、美感鉴赏、沟通协调、团队合作及问题解决能力等，以涵育学生社会责任及公民素养，并为未来发展做准备。从99课纲到12年国教新课纲，可发现务实致用的专业技能仍然为重要目标，更进一步强调核心素养在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因此，家政群课纲亦依循这样的理念进行提纲挈领的规划。在新课纲规划里面，在内容及架构部分做了调整，包括一般科目国英数可以适性分组，固定专业与实习课程加以修订，另新增技能领域。在校定课程方面，降低开班人数，引导开设跨班、跨科、跨群选修课程，增加弹性学习时间，丰富学生在专业能力及核心素养的培养。固定课程与校定课程，再加上弹性学习时间和团体活动，形成本次新课纲之技高课程架构。其中，在固定群实习科目里，增加了科通用的技能领域。家政群群共同课程包含专业科目20学分，共同实习科目增加了多媒材创作实务及饰品设计与实务两个科目，计10学分，合计30学分。技高新课纲固定课程中新增了技能领域的规划，而技能领域的形成系把家政群里属性相近之科别截取共通基础技能所形成技能科目之组合，借由技能领域里的共通课程培育学生跨科别之共通基础技术能力。为了培养学生跨科之共通技术能力，本群规划三大技能领域，包括整体造型、服装实务、生活应用技能领域，各科别可对应到适当的技能领域。如本表所示，每个科别都会对应到1至3项技能领域，以符合该科之未来职场需求。新课纲相对于99课纲，除了配合产业技术发展，对固定专业及实习科目进行检视调整外，更进一步规划新增了技能领域课程架构，以每个技能领域都有四个科目的课程规划。本群共同专业科目新增家政美学2学分，其余科目为保留或修订科目名称，仅做内容调整。本群共同实习科目新增多媒材创作实务6学分，饰品设计与实务4学分，家政概论有5个主题增加内容。而在时尚与生活主题中，删除与时尚相关之生涯发展、模特儿相关行业介绍。色彩概论有2个主题增加内容或略作调整。家政职业卫生与安全有3个主题增加内容或略作调整。家庭教育有2个主题增加内容，而在家庭教育推展与趋势主题中，删除学习型家庭及家庭教育实施方式。家政职业伦理增加主题 B， 职业伦理及职场伦理内涵，修订2个主题名称及内容，删除1个单元主题。
行销与服务有四个主题，增加或修订内容，删除两个单元主题。家政美学为新增科目，为因应国家政策推动美感教育，且家政群各科与美学息息相关，故新增本科目。多媒材创作实务为新增科目，考量缝纫、手工艺为家政领域科目之本，顺应多元时代、多媒材广泛应用之趋势，以及创意思维融入产业之需求，故新增本科目。饰品设计与实务为新增科目，将手工艺技能结合饰品设计，延伸运用于家政群各专业实习科目。本群技能领域新增科目对照说明如表列所示。美容媒体实务有七个主题，增加或修订内容，强化与业界接轨，培养美容媒体实务技能。美发造型实务为新增科目，强调实际学习，学习内容包含洗发、护发、编发、美发造型等，强化与业界融合，培养美发造型实务技能。舞台表演实务为新增科目，主要培养学生肢体表达的技巧，跨文化与性别沟通的能力，学习非语言沟通技巧。整体造型设计与实务为新增科目，整合时尚元素与近代流行时尚的认知与应用，使学生具备整体造型的能力。服装制作实务为新增科目，内容涵盖量身、裙子、裤子、衬衫之打版、制作等知识技能操作，为专业精进之基本能力。服装化实务为新增科目，因应服装职场需求，除人体比例、服装表现技法外，亦着重服装化式样图绘制，使具备服装结构解析与服装设计之能力。立体剪裁实务为新增科目，运用立体剪裁技巧与服装版型制作、缝制与设计，与平面打版相辅相成，精进于服装专业之学习，培养系统思考与创作应用能力，符合产业趋势需求。服装设计实务为新增科目，着重实作技能与美感原则、要素应用单元，加强技能操作，规划设计灵感来源、设计意念表现与传达等单元，强化服装设计实务应用。婴幼儿发展照护实务有两个主题增加，重视婴幼儿各发展阶段照护及教保实务技能，并培养良好品德与责任感。膳食与营养食物有六个主题增加，删除三个原单元主题。学习内容以卫福部公告之食物分类为基础编定，重视高龄化时代的来临，兼顾食品安全卫生，以及生命各阶段不同的营养与膳食需求，强调理论与实作并重。幼儿教保活动设计与食物为新增科目，依教育部公告之幼儿园教保活动课程大纲拟定教保活动的内容。家庭生活管理实务有六个主题增加，删除一个原单元主题。学习内容以家庭服务与管理相关技能为主，建立良好的居家生活素养与习惯，学习互助合作及培养良好的工作态度与情操。接下来是本群各科的必修专业及实习科目和学分数表。现在看到的是美容科、时尚造型科、时尚模特儿科、家政科的课程规划。其中在技能领域部分，规划整体造型技能领域供学生学习。现在看到的是服装科、流行服饰科、家政科的课程规划。其中在技能领域部分，规划服装实务技能领域供学生学习。现在看到的幼儿保育科、家政科的课程规划，其中在技能领域部分，规划生活应用技能领域供学生学习。学校可以以下四个方式选用固定科目之教材：一、国教院审定版；二、中央主管机关编定版，如国教署请相关群科中心编审之教材；三、讲助出版业者编辑审定版，及四、
经学校科发会审查并决议通过后，使用的学校自编自选教材。新课纲翻转过去以教师为主体的课程设计，强调教育应以学生为主体思维，核心素养成为课程发展的主轴。为了让学生适应现在的生活，面对未来的挑战，所以在课程教学上要重视知识的运用、能力的增进与学习态度的养成。核心素养分为三面九项，三面指的是自主行动、沟通互动及社会参与。九项就是指三个面向下所产生的具体内涵。为了让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因此强调情境的实际运用以及跨领域与科技的整合，并在生活中实践，以培养学生成为务实致用之终身学习者为目标。透过素养导向的教学活动及课程，可务实提升学生的竞争力，技高学生之学习一般科目同普高及纵高对应领纲核心素养及学习能力，而专业及实习科目则同时对应群核心素养和科专业能力。技术型高中学生的专业能力需延伸到核心素养的实践。举例来说，帮客人完成发型的修剪整烫是专业能力的表现。如何倾听客人需求，设计合适的造型令客人满意，则是具有核心素养的专业表现。在十二年国教新课纲中，本群规划的群核心素养共有六项，各校之家政群科应参照本群核心素养、科教育目标、专业属性与职场发展趋势等，研定科专业能力，并进一步的规划课程。在十二年国教新课纲中，各科目都有清楚名列学习表现、主题、学习内容。举家政美学为例，学习内容包含主题与内容细项，学生完成课程学习后会有四项的学习表现。第二部分，校定课程怎么做？本群各科可依据学校特色、职场需求及学生生涯发展等，依其专业属性及职场发展趋势研定各科的专业能力，于校定科目68至80学分内发展以学生跨班自由选修之校定课程，并行塑各校科之差异特色。在课程发展时，固定课程是依国内产业人才需求加以规划，校定课程则是依据学校愿景、学生图像及在地产业人才需求，加以订定科教育目标及规划校定课程，并透过课程实施培育产业专业人才。以下说明新课纲校定课程的规划步骤。我们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人力需求及职场进入为基础，进而确定科教育目标，并建立科专业能力，依此规划校定科目。规划流程便经由这四个步骤，最后一个步骤是完成课程地图。学校在规划校定课程时，同时需规划所要办理的选修课程模式，包括同科单班、同科跨班、同群跨科、同校跨群以及跨校选修五种。学生可进行跨班选修，选修后每班最低人数为12人。为了让校定课程规划能循序进行，我们利用科教育目标、科专业能力及学生图像对照表来进行规划。首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汇集出对应在地产业需求之行职业别或参考主计处、毕业生就业流向等资料进行人力需求分析。这张地图是以家政群科中心学校国立嘉义家职邻近区域为例，勾勒产业分布概况，包括服饰业、婚纱业、幼儿园、才艺班、美容业、美发业等，呈现本群在地产业人力需求。经过产业人力分析后，以此为基础，结合各校各科之现况、特色及发展规划，发展出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因此，各科会因学校周边之产业与科之特色发展，而发展出不同的教育目标与专业能力。最后，再与学生图像加以对应。我们可以发展多个科教育目标及专业能力，而一个科教育目标则可对应多个科专业能力。在规划时，便要考量学生基础能力的建构、选修课程的专业分流及跨域能力的设计。基础能力如同新车的标准配备，而专业分流或跨域能力则如同新车的选配概念。
科专业能力以展现该科之特色及专业发展，并包括知识、能力及态度。接着再将每一个科专业能力一一与学生图像进行双向对应，对应的黑点代表该专业能力与学生图像是高度对应，空心点则是低度对应。以国立嘉义嘉职流行服饰科为例，科教育目标科专业能力与学生图像对照表中，科教育目标第一项即对应科专业能力的第一项，并高度对应三项学生图像。科教育目标的第二到五项亦逐一对应科专业能力的二到五项，并各自高度对应二到三项学生图像，涵括本科基础能力与专业分流的规划。而科教育目标的第六项与科专业能力第六项相对应，主要是职业道德及继续进修的态度面向。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的发展需要请学校召开群课程研究会及科教学研究会，其中科教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为科专业科目教师，亦可邀请一般科目及其他群科教师共同讨论。由科专业能力发展出专业科目及实习科目，再由科专业能力及科目的对应便可构成基础能力的科目，包括固定科目和校定科目，而分流或跨域能力的科目就形成适性扬才的校定跨班选修科目。我们利用专业科目、实习科目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进行校定科目的规划。这张表格上面一列是科专业能力，左边则是科目的规划，学校在科目规划后便能和科专业能力一一对应。规划校定科目时，首先可盘点99课纲的科目以及新课纲固定必修科目，再将各科目和科专业能力加以对应，并考量科特色课程及对应科专业能力所需增加的科目。当发现科目无法对应到科专业能力，于科教学研究会时即可加以讨论该科目是否删除或单元内容加以调整，在对应科专业能力及科目打点时，请务必召开科教学研究会讨论。实心圆打点代表高度对应，表示该科目中有章节名列，空心圆代表低度对应，表示科目中虽没有章节名列，教师于授课仍会提及，若无对应则留空白。开设选修课程是为了不同能力的孩子能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专长科目，也就是适性扬才。依总纲规范，学校开设之选修总学分数应达学生应修习选修学分数之 1.2 到 1.5 倍。以国立嘉义嘉职流行服饰科为例，实习科目之技能领域与科专业能力对照表如本页所示，科目与科专业能力表完成后，才能画出科课程地图。科课程地图可呈现所有老师们想要培养孩子们的专业能力，而每一个专业能力要修什么科目，就可以让家长及学生清清楚楚看到，也同时让学生知道选修课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课。所谓课程地图，是将学校本位课程图示化，以呈现课程与课程目标的关系，让学生方便掌握各学期的课程选修资讯，并了解各类课程及各个科目与哪些能力有关，以及与哪些生涯或职涯发展有关。课程地图未有制式格式之规定，只要能清楚呈现说明即可。此页之课程地图是以国立斗六加商幼保科为例。第三部分介绍国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教育部在2017年相关计划及预算中皆已拟定相关配套措施，完善各项法规配套，全面盘整及检视现行相关法规，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必学校据以规划新课纲课程。第四部分与一般科目关联为何？一般科目之规划，各校可依群科属性、议题融入、学生生涯发展、学校发展特色、师资调配等弹性开设。在社会、自然科学领域，学生至少修习两科目以上；艺术领域自选两科目开设。因此，依照本群属性及本群专业知识与一般科目连结关系，建议艺术领域开设音乐与美术两科目，
社会领域至少开设历史与地理两科目，自然科学领域至少开设物理与化学两科目。群科的专业科目与一般科目彼此相关，在专业及实习科目的开设上，请各校注意与一般科目学习内容的衔接性。例如，本群开设多媒材创作实务时，其学习内容可与数学、自然科学、国语文、美术等领域或科目的学习内容连接应用。从另一角度，以专题制作创意系列服饰为例，结合了一般科目的国语文、美术、资讯科技等课程，再加上服饰设计、美学素养、资讯科技软体应用等多方新知，帮助学生在专题制作中有更深入的发挥。一般科目的课程内容都可连接到专业科目，帮助学生学习更加顺利。例如，数学、自然科学、语文领域及艺术领域的美术可连接到固定科目，服装制作实务、多媒材创作实务等课程及校定科目、服饰创作等的学习内容。感谢各位师长的聆听。